统啊，这个有那政治迫害，有那咧结束咧吼，啊，这2703天，2703天，我拢也未说清，讲到有那未最后来平反，但个继续努力啊，互相加油，互相鼓励。来，今仔日咱的节目即卖就开始来个进行吼啊，主题歌。台湾中国一边一讲吼啊，地中先甲放落音乐结束了，咱就倒来咱的节目，多谢。台湾中国一边一讲，台湾中国一边一讲，台湾中国一边一讲，台湾中国一边一讲。来，多谢吼，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啊，这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人的节目。来，今仔日咱要来甲啊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吼，新闻的大消息，新闻的重点。这未输咧演戏的连续剧，未输咧演戏的八点档演戏出咧。这个法务部吼，逐天都上头条的，上头版的啦。啊，上头版，但是都唔是好消息。都不是好代志啦！即卖法务部即个官员吼，安尼有哪一团？应该人即卖伫北京，吼讲即要人中国来交涉，吼、哦、当然，咱的即个法务部要去交涉，咱当然拢甲支持，吼、哦、咱也无反对的理由啦。啊，但是你要讲交涉，你有哪爱有一个立场？你有哪爱有一个主张啦？就亲像咱人，人人啊，要讲代志，你若无一个主张，无一个立场，啊，要哪进行落啊？你若人讲安怎，对方讲安怎，啊，你着全部拢全盘接收，照单全收，安尼太着交涉啊！乡亲时代，大家甲想看麦，所谓讲交涉，就是讲大家意见可能有重大嘛。你的意见，人我的意见。可能不是100%会当合作的时阵，唔太得沟通，唔太得交涉。啊，那大家有共识，太得交涉咧，啊，就照安尼办就好啊。啊，所以这法务部是去真正交涉，还是咧搬戏演一出吼？我唔知影啦吼。今仔日搁咧继续吼，公安的下晡才要去啦，下晡才要去人伊个公安的一边。啊，即卖传出上新的消息。立法委员伫国会内底咧质询我那俩包诶，即我那过来有做证人诶啦。实在，但即真正是安尼，实在有够离谱，喊死做工啦，喊死十八代。讲即个法务部主动甲中国来通报，讲啊，离即个菲律宾遐，讲有即个咱诶台湾人台商伫遐，讲赶紧诶叫中国公安去抓人啦。咦，这想起来就足奇怪呢。那是咱的台商，啊，就是咱台湾人，咱的国籍的。无论讲伊有犯着什么案，犯着什么法，还是涉嫌着安怎，这嘛是咱的这个国家主权，咱的这个司法的管辖权。简单讲的是讲，咱有权人管嘛，应该把这个台商，把伊这个掠转来台湾。来给他做调查，该送检调，该送法院安怎，该起诉起诉。啊，他会变作讲怎报中国来抓这个台商呢？法务部长刘英说：“你我呢讲，啊，阮查过啊，绝对无这代志。阮查过，绝对无这代志。
诶，这八字那听诶面色呢吼？乡亲时代，恁有印象吼？你迄当时，这个特征组吼，特征组迄个检察官岳鸿儒，啊无走去日本人高重量，迄阵阁通缉，啊人伫遐讲条件，讲啊叫高重量着转来教咱阿扁总统，啊着伊着无代志无？这个代志，迄新闻拢有报道，印象无啦？啊不也不空了，因为高重量特地哩犯伊成人嘛。讲啊，着迄个特征组来，人我讲条件，叫我着安怎拄安怎的时阵，啊着我着无要紧吼，我着唔免吼，会当交保啦，唔免互关。啊，这个不空了，特征组特地讲有那入一个案，讲要调查这啦。结果经过几天，发一张新闻纸出来讲，阮查过啊，绝对无这个代志。所以即句阮查过，绝对无这个代志吼。真正咱愈听风火愈大啦。迄当时特征组嘛安尼讲的呢，讲岳鸿儒绝对无跟人讲条件啦。啊，那无的时阵，谁人高重量安尼讲啦？啊，无两个杀来对峙啦。蒋介石大，你是要相信高重量讲的？迄虽然有那戴案在身，我看是有那良心发现啦。公开的法庭讲的呢，包括伊律师，迄若讲白话话吼，伊律师爱吊这脚的啦，迄律师这脚爱吊销呢。拜托个对一个律师，迄考了遮辛苦，要配合伊爱吊销这脚啊，迄唔敢讲白话的啦。迄若讲白话，马上诶，违禁七年以下的呢，迄马上起诉，他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阮查过，绝对无这个代志。我无啥要相信罗英算的。啊，尾啊，佫改口讲啊，无啦，可能误会安怎？讲这个法务部，这个做国际法律，哦，这个国际以及两岸法律，哦，这个司长啦，吼、哦，这个吼、哦、司长啦，陈文吉啦，讲无可能卡这通电话啦，讲可能有误会。啊，无好加在即卖即瞬间呢，即马上吼、哦、啊，现场委员会啊，即、这个外交部的立在场，立委会在场，哦，这立委甲即瞬的马上叫这个。啊，包括调查局的，吼、哦，迄、那个专员上台来说明。结果调查局这个专员，哦，这叫做欧阳敏昌啦，吼、哦，伊这名四字的吼。伊讲伊一天咧讲到这个事件的时阵吼，那像迄个中国公安部港澳台事务的办公室迄个处长吼，伊、哦、叫做龚艳平啦，吼、哦，迄、那个中国的官员。甲咱这个调查局这个专员讲吼，讲、哦、伊有这个代志哦，讲法务部哩飞行机起飞前二十分钟吼、哦，咱主动甲这个公安部中国迄边甲通报啦。啊，所以这个调查局的专员，要甲这个真相讲出来啊，确确实实的是咱台湾的法务部去甲人报的呀、啊。啊，所以你对这个状况你甲看起来。即个你肯亚这廿三四十个，也是马来西亚这代志，甚至包括几当前菲律宾，怎甲这个人全部遣返去中国咧审判？这是不是法务部的背后、马政府的背后，有哪是拢默许啦？政府就是放予中国安尼做嘛，甚至佮配合中国安尼做嘛？甚至个即个会当讲，不但无抗议，不但无主张，啊，佮放予中国对着咱的主权来讲，安尼亲门大户啦。调查局的专员伫国会内底安尼讲啦，然后讲白贼，我看这也甲追究哦，这袂当讲白贼真呢。另外，这立委佮甲问，哦，包括着即、這个吼、哦，啊，咱看着即、這个，我那即个专员来讲啦。伊讲伫即个今年的1月21日，有那咱台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要来有那参加迄个筹备两岸警察吼、哦，警察即个警学警学即个研讨会吼、哦，研讨会啦。伫迄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叫做陈志明吼、哦，啊，伫遐食饭伫遐开讲的时阵，有那即个龚艳平，有那有咧提起即个代志。
啊，所以乡亲时代你甲看，安尼有玩弄吗？安尼有甲玩弄吗？调查局是哪要甲出卖啊？调查局要调更加迄个陷害法务部啊！包括调刘委会一个即个官员，嘛伫咧答复调委员的质询咧讲，讲伊讲伊毛利会长，伊的即个印象吼，伊的印象吼，嘛有听到即个就是讲咱台湾这边的人员啊来请吼，来叫中国公安那边去机场来抓人啦，去机场来抓人啦，大概经营是安尼啦。所以这几个安尼半路你甲倒起来，法务部我看规期迄个空棒拆起来啦，开做中国公安部台北个迄个分部好啦。罗英山那秘书是中国公安部，算台北个即个啥，有哪算分部长就啦。啊，不怪伊伫中国后厝后啥物啦，后楼啊厝讲过来一个。到底伊是咧徛伫台湾的立场，咧让人谈判咧争取，也是咧替中国讲话啦？今仔日派一团，讲要去交涉，讲要甲遮个咱台籍的遮个，有哪即卖压伫中国生死不明的，这三四十个人要带转来，用真是大，你甲想有可能吗？咱用卡刀物甲想有可能吗？未正未还未出发，就已经无立场啊啦！就已经伫台湾替人咧讲话，替人咧合理化，替中国这种违法的掠人来这个有哪个正当化？啊，这种的法务部，这款的法务部长，这旁的官员有才调去中国遐，会当据理力争，来主张着台湾的主权。咱的司法权，咱的管辖权，有可能吗？请教用真是大，你感觉有可能吗？我唔相信嘛！你人伫台湾，你都已经家己丧权辱国啊！你人到北京，机票钱加了的啦，看嘛加少，我看规团唰唰回来啦。你遐咧搬戏要创啊？你遐人中国咧演这出？一个黑面的，一个白面的，一个当机，一个倒头，你要演这欺骗台湾人？五二空后个月五二空啦，新政府就要上台啦。我看咱也是五万新的法务部长，咱这区泰山区部长，才有法度，才有才调来处理这件啦。你若让国民党马政府来处理这吼，我看唔知影今麦打一个月啦。打一个月啦，今仔日嘛，最后一个月哩，实在太恰当啦吼。咱下晡哩服务处咧做，即有那法律服务，拄啊咱一位有那带鉴定的乡亲来，案件处理了，拄啊大家咧开讲，恐啊太伊这惹咱小英总统的动算啦，啊马英九的快乐要落台啊，太安尼对一月十六。到他四月二十一吼，迄秘书安尼度日如年呐、啊，多一工秘书过一冬啦、啊，秘书过十冬啦、啊。阮伫遐咧安尼，秘书讲生笑，啊，我那心内足叮当呢。太马英九呢，任期太接近长哩，因为因为做一工，咱大家台湾人足痛苦，你知无？啊，所以每当讲会当早一工，迄个好一工啦、啊。啊，实在的，安尼打工的，安尼吵吵闹闹的，安尼乱七八糟的，就安尼无一件是正经的啦。啊，法务部长骂你位啦，啊，新闻稿安尼乱乱写，啊，就再官员啦，再呛你位的啦，退辅会主委啦，劳动部长啦，什么的，啊，就全部都走正去的。真正我那拜托一个啦，吼。有哪呢放台湾人一条生路，吼、哦，这到五二空剩最后一个月，麦克安尼目的不够啦，啊，就互伊安尼冰顺冰顺，哦，你看即卖咱的新内阁，啊，拢各就各位啊，吼、哦，诶，有人讲啊，这太伊无派寡新人安怎？咱的这个当局市长嘛有咧讲呢，讲啊，这是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的马上来做，有那唔免过什么试用期，唔免过摸索安怎，马上会当非常上手啦。伊讲台湾即卖处境是足困难的，你看包括即个经济，经济景气已经是小出口，连续12黑、13黑，有可能去卖落。包括今年的 GDP， 好、哦、本来讲1.5、1.6，即卖有可能讲保一吼，讲一趴都有困难啦。所以当讲新政府、新内阁是无任何一天吼，无任何一点钟、一分钟的迄个蜜月期。所以马上这官员5/20就职宣誓，马上下晡就开始爱办公呢，马上就开始爱拼啦。啊，所以你讲这位当时啊，那派新人，无得加够一个高级地理呀。哦，所以咱对这个新的内阁，咱当然台湾人民这乡亲是大，咱有足深的期待啦。哦，啊，不按未前辈啊，就为人安尼批评安怎？我讲个安怎就比着马政府好太济啦！你看这内底多数拢是阿扁总统捌用过团队啊，啊，所以扁团队过去八年安怎表现呢？哦，阿扁总统八年之前是安怎表现呢？咱大家有信心嘛？因为咱有看到成绩嘛？哦啊，所以这届佮继续来做部长啦、处长这，哦，咱来有一个信心，先互因表现。先给他们来做，我们如果说做了、啊、这有对也不对，有对也该检讨，有对也该修正，没关系，我们这乡亲是你要再来、啊、要再来建言，要再批评，要再监督，本来我们这个国家的主人就是来监督政府嘛，我们选票回给他，我们也是能够要求，这天经地义、啊、这是绝对没问题，但是卖安尼，我那对国民党哦，国民党就离遐袂情袂啦，甲你屁相啦，甲你唱衰啦，甲你拔草啦，讲这就安怎？什么咧年纪上大啦，什么无安尼新人啦，无亮点啦，无安怎？我讲的是咧做内阁呢，唔是咧卖产品咧，拜托嘅卖什么亮点啦？内阁来讲，这是国家大政呢，迄唔是咧开玩笑嘅代志，迄唔是安尼凊彩安尼路边咧泡地开讲呢？迄马上爱有经验的人，会当即个诶上台啊，坐迄个位，就马上爱办公啊呢。迄是无一工诶，会当安尼小块休困啦。好、哦，所以咱有那有信心啊，做伙来加支持吼、哦。来，即、這个阶段咱先讲到遮啦吼、哦。啊，先进一个工商服务，等者回来了，咱的口音有那来加做开放吼。诶、哦，口音呢就刷地中心报，吼、哦，咱即个3111980吼，3111980是咱的口音吼。但是咱这个因为张文阿无接了，哦，咱一人一句话，要来甲阿扁总统送温暖吼。用真是大吼，咱这个有哪拢会当透过咱的热线甲卡一摆，非常的方便吼。啊，另外又关掉咱这个工商的内容有新的活动，你张在时吼，咱这个来报出了，一波是有哪接到真济。啊，电话来做询问吼，啊来，因为总是三分钟讲不啊清楚，吼啊那不了解，拢甲卡转转过来，761-8075，761-8075吼，即我那地中我是安尼高诚兼拜托吼，啊我那是不知啊，啊用足侪时间去人吼，咱在厂商啊参详拜托出来吼，好用真是多做参考吼，啊那任何不了解，你甲卡转转过来问吼。多谢你，感恩。现在是广告的时间，感谢谢谢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一边一国的理念跟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的支持，自从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换电台周日以来，很多好朋友同样拢在节目时间就准时来收听，而且还帮忙地中放送宣传，拢是因为希望咱的声音会当予愈来愈侪人听到，争取公道正义，真正的平反。地中非常感谢，嘛有乡亲时代甲地中国为着要收听咱的节目，佮专工去电器行试听，买一台新的垃圾哦，甲周日固定伫咱这台，安尼较方便。嘛有一挂长辈，伊住的所在无拄好，无伫咱的收听范围内底，啊佮专工换一台智慧型的手机啊。就是为着用手机啊 APP 来收听，
嘛做方便。乡亲是大不起嫌，甲弟兄当作家己的亲人来照顾。弟兄除了感谢，嘛要用更较好的节目内容，坚持品质上好的产品来报答大家。嘛继续替听众朋友争取更较好的福利甲优惠。有哪爱甲厂商来高价去拜托？对即卖开始，咱的正型 Q10、正型深海鱼油以及和平牛樟脂三项产品，咱来推出一个新的活动。买一罐就送你一点，就是一罐的产品加一张的这个点数，只要一满六点，累积六点，就会当免费搁摕一罐。这个活动无限时间，就是要来对大家做回馈。原料对日本进口，咱的成年人甲长辈时代上需要补充的正型 Q10， 还有原料对欧洲的挪威进口，大人囡仔拢合用的正型深海鱼油。加上适合长时间啦，工课操劳拍拼好朋友，食咱的台湾国宝和平牛樟脂，每一罐拢有送一点的点数。无论讲你是家己收集，也是甲亲戚朋友做伙，对即卖开始，你若累积六点，就免费阁送你一罐。正常 Q10 一罐食两个月2800块，正常深海鱼油2200块，用即时体来提炼的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块。阁有孙天然用几只鸡鸭去提炼的新鲜地鸡精，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未变质，上适合着需要补充营养来啉。亲像小朋友大咧大，老大人身体较虚，病人打手术后，也是妇人加生产完，拢就适合方便阁好啉的新鲜地鸡精，1500块推荐予大家。咱即卖新推出一个买一罐送一点。满六点就免费摕一罐的优惠哦！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拜一到拜六早时9点到下晡6点，拢有专人甲你服务，感恩努力。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继续等来咱的现场吼！来说的是咱的口音时间，口音热线吼，咱今有哪先甲开放3111980吼。咱阿比总统吼啊，我那里线上吼啊咧，我那甲咱收听，所以直接你卡入来空中，安尼电话秘书咧对谈啦吼啊，赶紧卡电话入来吼，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吼来。喂，你好，我弟中，弟中你好啊，你好，阿比总统好，大家好嘛，我安你好，哎、你讲了真好咧，不敢不敢，很强硬，暗战。是的，咱这港心的拢是在小王是在听，讲大家心声呢，讲大家心声。那讲就这五公样哦，我就足不甘愿。你这足妖秀，你敢知？你非常的妖秀嘞！你若无阿扁总统甲你处理这个罪吼，啊你足可恶嘞！你骨架还倒嘞？啊你今麦这个状况，你乱哪乱停嘞？按哪来啊？啊你今日欠啊阿扁总统国个啊！你才要提出良心要讲真含话。啊！你有够可恶！啊，上含的是迄、那个特征做特地查特地讲无这代志啦，无这代志啦。我派人到去遐搞搞，这款良心啊！你无一个台湾人总统啊，第二安尼甲你处理这个事，佮包括甲国家趁钱呢？这个事处理就是阿扁总统甲国家趁偌济钱啊！所以我讲这五字空了拢爱好啊，好，我这个吼，好啊，每款足唔甘愿啦。嗯，我来讲啦，平时个讲，我今麦我拢无伫电台啦，我今麦拢伫边疆，我只来较多啦，较国外地啊啦。感恩啊！哇，我要乱开啦，妹妹，哎呦，听我话，啊，看到了，都马云到讲阿扁啊，都爱我一枪毙命，我马云到 NCC 听啊，这我讲个，你马云到爱两枪毙命。卖手机，卖手机，好啊！我卖手机，我一动到我服气，有只欠我叫你，我做唔甘愿嘞！我是阿妹娘老人年金，你老我娘老人年金，唔是阿你讲。好，多谢吼！哦，我足惊讲吼，咱这位吼啊，咱的阿姨吼，哎、呀，这是在火业庆馆吼，火业庆馆。当然，讲这拢会去啦，吼，实在火气拢会压起，真正火气会压起。欺人太甚利，你这个中国甲咱欺负，这我无意外啦吼。因为徛伫北京的立场，迄个毋是今仔日对台湾才有企图心吗？伊都是袂当讲马上甲你拆家落北安尼，
就未输甲你五千基怎啊插伫台湾的土地顶管，安尼就是才有法度。你除了要教育这个意啦，有的人在讲好，安尼唔通挑衅北京吼，唔通让伊安尼受气，不要让北京不高兴。我讲啊，什么叫做让他不高兴呢、啊？但台湾人是做什么让伊不欢喜啊？但台湾人逐天安尼辛苦打拼，日啊拼，暝啊拼，拼二四点钟诶，为着咱家己的家庭，为着咱家己的社会，为着咱的后代子孙，安尼咧打拼。台湾人是安怎去安怎？咱是欠着中国什么啦？是中国咧甲咱找麻烦呢？是中国人咧甲咱糟蹋呢？佮公开美讲台湾的这家诈骗呢？我讲若要讲诈骗哦，全世界上大的诈骗集团，哎，就是中国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啦。全世界上大的诈骗的政党就是国民党嘛，就是马政府这个动力。啊，今仔日佮反倒头讲台湾人家诈骗，我讲真正哦，这句话咱吞忍袂落啦，无法度忍耐这啦。台湾人家家己的路有甚物唔对吗？乡亲是托恁大家安尼评评理嘛，啊无台湾人拢爱听北京的就啦，一切拢爱照着，伊叫你向东你就向东，叫你向西就向西，安尼咱无家己的主张，啊拢听伊的讲真正就较好。伊即卖即个中国团，刁工甲你限制嘛，伊这就是要甲你安尼袂舒服，你五日恐进前要对着咱的小英总统施加压力。但是我讲台湾，咱来挺过，吼、哦，真正咱来挺过了，对，爱甲挺过啦，要撑过去啦。因为咱的观光长期来讲，你若要拢靠这个中国客吼、哦、来遮消费的时阵，咱的品质无法度提升，因为因咧拢变俗的哩，因咧量马小看起来足大，但是其实咧消费足少，啊，所以咱若要争取。这优质的，包括像日本团啦、欧美团来，你这中国团，老实讲，你嘛唔通伤济啦。好、哦、啊，所以即摆伊要减，当然短时间，但绝对会受到压力真大。哦，包括这个旅游业的，包括相关的哦，你讲做这个卖礼品的哦，啊是讲个风景区啦，做小生意，包括饭店、包括餐厅吼、哦，包括游览车运输等等。我唔敢讲未受影响，哦，绝对会受影响。但是用这时段，咱大家要有一个觉悟呢。这是一个过渡期、阵痛期啦。你今天若无敢提过吼，你若讲你去高城中国，伊嘛不一定咧出小人呢。哦，啊，你讲啊，你甲高城，啊，你甲两波讲好啦，啊，无咱就升入一中共识哦。啊，咧一个中国吼，啊，咱就拢卖过安尼主张啊，咱的主权就全部安尼拢送互伊。伊嘛无一定咧，甲你感谢呢。你看香港的咧就好啊，你看澳门的咧啊。你若去问香港人、问澳门的人，伊绝对拢讲台湾人吼，有哪学较巧的啦。香港人、澳门的人，有哪都呼吁着台湾人爱学较巧的啦。今仔日是台湾先电力家对着香港、澳门，你看到缩甲只暗的呢，强要未喘气一下，对暗棍怎缩起来呢？啊！你若讲台湾都叫鲨鱼啊，时阵香港人、澳门的命运，我唔免讲，大家也知影啦。迄唔知会变作安怎啦？啊！所以你这个大家吼、哦，这真正爱、哦、用香港、澳门的这个咧，当作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啦。台湾人嘛，无得滴较巴结的吼、哦，较严格一个，咱这个真正吼、哦，啊，未来的前途会安怎行？啊，不只要咱欢乐吼！来，咱这个口音我那里个开放吼，三一一一九八零吼，三一一一九八零六。然后任何啊，这个尤其要对着啊，咱新政府、新内阁来做建言吼，我那拢会当个卡咱这个专线吼。来，咱即卖刷落，我那迄一讲咱震惊韩西批，迄、那个五十几分钟拢在讲阿扁总统必然的变换吼。互相精彩内容，那你是讲有放第一地、人第二地吼，啊个最后一地哦，咱阿伯加伊这个吼啊，我那个放好了，七分外钟尔吼，
咱先利用这个时间吼，口音先停一下。这最后一段吼，迄是讲这个彭文正、彭文正教授主持的政经韩西佩的节目，几集的就对，几点钟，拢为阿扁总统吼，这规个拢安尼又调又厉，用正骨安尼咧讲话，咱也非常感谢。用尽时段，大家讲这段一定爱放出来，因为足侪人无看到、无听到吼。所以咱特别整理吼，啊，今仔个甲最后这啊算第三集，吼，咱甲放好了。来，永进是大力甲做参考一下吼，多谢你。来，黄定宇律师。刚刚主持人引用了很多，其实讲到很多案件，那里面有几个非常，我认为一定要再讲一遍的是说，包括说教唆伪证的问题啊，这个后来特侦组自己牵结自己，他自己说啊查无不法，所以特侦组把教唆伪证的检察官自己牵结自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毫不避讳。我觉得完全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就这样大拉拉的去牵解。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辜仲谅去讲教唆伪证的这个事情，这是2011年4月份在高等法院开庭的内容，他的两个律师啊还去证称说啊，确实因为当时特侦组的检察官跑到日本去跟他讲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可以把3亿的金流讲说是给陈水扁，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拿到管辖权，没事。对，那我就可以不声压你，用这样的交换条件。结果你看看辜仲谅回到台湾，现在没有声压的时候就好好的。对，他回来没有声压。其实理论上逃亡的人回来有逃亡之余，可能会被声压。他是案件，因为案件跑出去的。结果他真的回来交换条件，特侦组拿着这东西去跟他换完之后，真的没有声压他。而这一个案件为什么我说很明确，是因为他的两个律师都还证称说，确实当时做了一个假的呈报状，去告诉特侦组说啊，确实我们讲了这个假的话，就是说这3亿元给阿扁。哎，这件事情很严重，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去叫当事人做伪证，7年以下有期徒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被吊销律师执照。那为什么他的律师敢这么做？是因为他真的还原了当时的真相。他在高院开红火案的时候，他认为啊，这件事情其实3亿元后来查不到嘛，你给扁案的3亿元找不到金流嘛，所以你只好去坦诚当时特侦组教唆伪证。而荒谬的是，这个事件在审判笔录里面有，而特侦组自己牵结自己说没有人教唆伪证。那难道这不管是辜仲谅或他的两个律师说谎吗？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非常的严重。而杜立平的事情也是很清楚，因为在扁案目前被定验的两件，一件就是二次精改，另外一件就是龙潭购地案，这两件都出现恐吓证人、教唆伪证的问题。杜立平刚才讲到，那个特侦组的检察官跟他讲说，如果你继续讲这2亿元是政治献金，对，我就关你，我就关你。然后你有一个女儿，你女儿要给谁带？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杜立平会在法院里面去供把他讲出来？对，是因为他在当时有媒体报说他是要自杀，那检察官就修理他，说你是畏罪要自杀。他情绪就崩溃了，因为我看那个记者当时全部把他转述出来，他就直接反击说，就是你们逼我，你们叫我一定要咬阿扁，这样的一个事件，其实我认为严重伤害我国的司法公信。也就是说，你检察官可以为了办一个卸任的总统，我要跑到日本去教唆伪证，我一个特侦组，我为了要办卸任总统，我可以去恐吓证人，要他一定要咬阿扁。阿扁目前被定谳就这两件，而两件都有证据上明显的一个我认为是。这已经是可以再审的事由，也就是说它里面其实都有证人证词被恐吓或者是被教唆伪证的这个问题，而他其他的案件目前是庭审的状态。对，那换句话说，如果说这两件已经定验的案件它本身具有证据基础上的一个瑕疵，你大概很难去，我们知道正当法律程序在先进国家最基本的概念是说什么，没有证据，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不能认定他犯罪。而扁案到目前为止，为什么红樱花法官会去投书说啊，扁案应该是致死无效？你前面有关于国务机要费，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对，国务机要费当时本来周占春法官是认为说啊，你总统也没有什么逃亡的迹象，也没有去灭证的迹象，你身边都是国安单位保护，对对，不会有这个问题，被换掉，给他，对，把那而且换掉之后，其实扁案还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解释也是很荒谬，他跟你说确实我国有法定法官原则，比照德国有法定法官原则，但是最后的结论是说什么？这个扁案呢没有违反法定法官原则。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观众朋友要看好，去看这号大法官解释里面的李正山大法官意见书，它才是一个比较符合先进国家去讲说法定法官原则。这是什么概念呢？不能指定打击啊，也就是说我今天到法院里面去分案，大家抽签的机会是一样的，对，你不能因为我今天周占春不愿意压阿扁，我就用一个庭长的决议说太恶心的后案并什么先案，然后就把他换给蔡守训，然后把他收押。这个指定打击在民主国家，在正常文明国家是不允许的。我国的大法官解释在这边
我认为是做出一个符合马英九政治期待的一个解释，但是它不符合我国目前的法治的一个秩序。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彼岸还有很多要探讨，但是我必须讲一句话是说回不去了，因为陈前总统他目前的健康状况，他是没办法再继续为自己去辩护，所以纵然这些案件重新再审，他也没办法好好的去做为自己做辩护，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而这一个司法上的一个瑕疵，对秉案的这一个不管是排检察官排排坐，对特侦组去做一个有罪推定、违反刑事诉讼法客观性义务的一个行为，乃至于到后面的法官去做了这个认定的证据上的瑕疵，但是他当作没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从检察官到法官，在秉案上面，我认为严重的伤害我国司法的一个人民对他的一个信任，而且他也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台湾历史史上一个重大的一个丑闻。啊，好，来徐委员，我想我简单三点啊，重点的三句话告诉大家 ，due process 就是正当法律程序。嗯哼。正当法律程序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你后面我们所有的毒素果实理论下来都是不正当的。所以第二句话就告诉大家，我们常常在讲程序正义要优先于实质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不要谈实质正义了，那都骗人的啦。所以一定要有程序正义，那个换法官等等这一些就是违反的程序正义。当你换了一个你自己的法官，你随便可以换一个法官的时候，你审判的结果怎么公平呢？啊，找他啊，他不听我的意思，就再换一个，不听我再换到他同意为止。所以这程序正义为什么优先于实质正义？这是大家讲程序正义是很重要。第三个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跟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证的概念，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告诉大家，原因就是避免这个不公正、不公平这一种不公平、不公正、违反程序正义、违反实质正义的事情会掉到你的头上。所以我在这里要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讲，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如果你不去注重这一些小事的话，有一天当这一些不公正、不正义的事情掉到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就会当。呼天不应，呼地不理，你就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讲，为什么要反特权？反特权要避免你遭受到特权的不公平啊。所以我再次的讲，这一些程序你们一定要关心。所以关心阿扁，不是在关心是什么什么，大家在讲哦，都没提及呢，微博不是这个。我们要说，从整个司法的程序里面，我们要把这个程序正义、正当的法律程序，你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有一天不公平就会降落到你头上，你就没有人替你讲话了。哦，这七分钟吼，都啊足足七分钟。尤其是大呢，大家唔知听有清楚无？实在这七分钟，你甲听了是不是真正心内安尼有那智慧吼？啊，实在对心肝，实在心内的智慧啦。这较大啊，这个第一个讲的是黄帝银哦啊，这个律师，这有那少年辈最优秀的律师。伊咧讲个，讲到即个高重量车，讲到特征做达地差达地，怎啊达地结案，讲安尼绝无此事。啊，这人发不破，今仔日讲个毋是一不行吗？这人地中，我哩节目一开始咧讲，同款即件代志，特别提出来节目当中点出来了，对。这段影片，包括放起伫网络顶悬，已经二十几万人点起来收看，好、哦，我来做一个了解。咱也希望讲这个声音要继续宣传出去，会听咱的节目的，拢大概有一个了解，较清楚。但是总啊，不是大家咱的乡亲拢有听到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嘛不一定拢有看到震惊韩西批吼啊这则。所以咱特别来讲这個，和这个黄律师啦吼，包括着齐国勇的位的讲，伊讲平反啊比总统。来声援阿比总统，不是为着一个人呢。伊讲今仔日下任的总统就会叫软木啊。但每一个人，每一个台湾人，每一个国民都有可能会拄到呢，拢有可能来这种不公不义的司法继续存在一天。为当时啊，咱大家人拢有机会拄到啦。啊，那别人拄到的时阵，别人受迫害，啊，咱呐就讲较自私的，啊，咱拢卖讲话啦，咱拢卖人的。卖出声就好吼，无咱的代志吼，因兜的代志，咱若讲抱这种的看法，这种的心态，当若有一天这个迫害发生伫咱家己身躯顶的时阵，哇，你安尼四周围看看，煞无人要替咱讲话呢？
因为人别人受迫害，你就无讲话啊。啊，所以这个风气那一边一旦变安呢，等有一天你自己受迫害，嘛无人会替你讲话呢。啊，将心比心，安尼迄种的感受，敢是安尼，咱有法度安尼来接受嘛？好啊，所以今仔日来停这个变案，今仔日来平反陈总统的意义，咱来一再强调。不是这个单独的个案，不是阿扁总统的个人，是台湾人的公平正义必须要实现，是马政府八年以来施加到台湾人的不公不义，必须要一概清楚的来把自己的消毒，来把自己的经历，把真相，把公道，安尼还给台湾社会，就是安尼而已。来，咱即卖先休困一下吼，等一下回来再过来接。啊，咱的工商服务时间，大家甲听一下吼，因为有新的活动吼，甲新的内容。啊，那即个要联络厂商服务平台，你甲卡专线761-8075 761-8075，佮容易外头前加07，对早时9点到暗时6点，拢会当甲做使用。即卖11:43吼，咱等一下阁倒来现场，多谢。即卖是广告的时间，感谢济济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一边一国的理念，甲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的支持。自从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换电台收录以来，足济好朋友同款拢伫节目时间就准时来收听，而且阁帮忙地中放送宣传，拢是因为希望咱的声音会当互愈来愈济人听到。争取公道正义，真正的平反，地中非常感谢，也有乡亲士大甲地中国为着要收听咱的节目，佮专工去电器行试听，买一台新的垃圾哦，甲周率固定伫咱这台，安尼较方便。也有一挂长辈，伊住的所在无拄好，无伫咱的收听范围内底，啊，佮专工换一台智慧型的手机啊，就是为着用手机啊 APP 来收听，嘛做方便。乡亲是大不起嫌，把地中当作家己的亲人来照顾。地中除了感谢，也要用更好的节目内容，坚持品质上好的产品来报答大家。也会继续替听众朋友争取更好的福利和优惠。有哪爱把厂商来高价去拜托？对即卖开始，咱的正成 Q10、正成深海鱼油以及和平牛樟脂三项产品，咱来推出一个新的活动。买一罐就送你一点，就是一罐的产品加一张的这个点数，只要一满6点，累积6点，就会当免费搁摕一罐。这个活动无限时间，就是要来对大家做回馈。原料对日本进口，咱的成年人甲长辈时代上需要补充的正型 Q10， 还有原料对欧洲的挪威进口，大人囡仔拢合用的正型深海鱼油。加上适合长时间啊，工课操劳拍拼好朋友，食咱的台湾国宝和平牛樟脂，每一罐拢有送一点的点数。无论讲你是家己收集，也是甲亲戚朋友做伙，对即卖开始，你若累积6点，就免费阁送你一罐。正成 Q10 一罐食2个月2800块，正成深海鱼油2200块，用即时体来提炼的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块。阁有孙天然用几只鸡鸭去提炼的新鲜地鸡精，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未变质，上适合着需要补充营养来啉。亲像小朋友大咧大，老大人身体较虚，病人打手术后，也是妇人加生产完，拢做适合方便阁好啉的新鲜地鸡精，1盒5400块，推荐予大家。咱即卖先推出一个买一罐送一点。满6点就免费摕一罐的优惠哦！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75 761-8075，拜一到拜六早时9点到下晡6点，拢有专人甲你服务。感恩努力。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咱的乡亲时代吼，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啊！伫咱高雄，伫咱台南甲屏东吼。听咱的凤鸣二台，伫咱的云林嘉义地区听咱的嘉义之音，
下晡两点到三点听先声吼 ，AM 七七四吼，暗时阁听詹文 K FM 八九点九吼。那对着时段不了解，我那个客服部专线吼，那有专人来甲你说明报告。来，马上来听咱的口音哦，热线热不不，多谢你。哎呀，陈弟江先生你好哈！你好，嘉宝、啊、来。我你讲我只贵人呐哈！哈、啊，你好。听了真心色啊！真的哈、哦！听了真心色，我你讲哈。嘿，这叫吴永亮过来做年干净做经营，这个没错吗？直情做这个。这个岳红茹，岳芳茹。哦，岳红茹啦哈。嘿，查某的迄、那个嘿。伊这个查某人。嘿，这个检察官是查某。好好。这拢爱办呐、啊，哦，啊，我讲来听啦吼，嗯，都挂来挂去，拢马英九一手孙子的书法就对啦，拢伊一手牙齿，你都拢伊咧指挥的啦，哟，都这种，迄政治就是安尼啦，哦，啊，你中国啦吼、嗯嗯嗯，靠你这咱的台湾人，这诈骗集团这对不对？哦，电信这啦吼，伊正现在在迄个罗马系。诶，罗马威的当时咧，和这个蔡英文总统啊，吼，你何以去看咩啊？啊，还有一仗啊，是都用这部啦。伊这要求不，诶，中国啊，就是安尼啦。嗯。你啊，像这政治的诶，迄个真奥妙啦。对啊。这就是了蔡英文总统，看伊这嘛咧含咩？大妈表情啦、嗯，这就是这种政治啦。啊，你这到都讲讲了，这到做一个都就是一个现象呀啦。了解啊，了解吼，多谢吼，多谢咱贵人的阿伯吼，啊，拢做安尼始终吼，来甲咱收听个支持吼。来，咱即卖我那继续开放哦。同时，咱接听前地中家吼，我阿先甲大家补充一下。这是美国的国会吼，啊，昨因这算全部投票通过的一个决议案。简单讲，你买当个标题甲解说，这美国对着台湾六项的这个保证啦吼。伊这是安尼讲，哦，这有可能会当正式怎解啊？这制定比美国法律吼，啊，不止啊，对着台湾有伊的意义，给大家参考吼。来，伊这第一点讲。美国未来定任何吼，讲对台湾军事武器这军售啊，无任何的基限了对，吼、哦，因为中国一向拢反对嘛，叫美国未当卖武器给台湾，但是美国的国会讲，这咱无定任何基限，我那未安尼做。第二点，未来修改任何台湾关系法内底条款，吼、哦，因为这个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这对着台湾是有保障。第三，未来做任何啊，未来卖台湾武器前，人中国去做协商，吼、哦，美国有伊的立场啦。第四点，嘛未来做台湾甲中国之间的调人，吼、哦，伊未来讲啊，你咧甲你协调，看到安怎讲，啊，你一定爱上听上诶。哦，美国政府不爱做这個。第五点，未改变对着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讲，这个问题有着。台湾甲中国个因达地来和平解决，美国嘛将来袂去做讲要压迫台湾甲中国来谈判啦，政治谈判安怎啦，政治谈判桌。最后一点，美国政府未来承认着讲中国人对台湾有主权啦，用真是大。这是美国国会，美国国会咧提啦。啊，美国人伊都无承认讲中国对台湾有主权啦。台湾的马政府、法务部这些法务部的官员部长，那特地去承认讲北京对咱有主权，佮主动打电话叫公安的来抓台湾人，你真正袂流目屎吗？美国人安尼呢，一万公里以外，美国国会的人就安尼啊，就咱咧支持台湾啊，支持咱的主权啊，啊，煞咱特地怎啊甲主权双手送予北京呢？安尼你敢看会落吗？来啦，先进一个广告啦，吼，多谢。
今麦是广告的时间，感谢侪侪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对一边一国的理念，甲我的老爸阿扁总统的支持。自从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换电台周日以来，足侪好朋友同款拢伫节目时间就准时来收听，而且佫帮忙地中放送宣传，拢是因为希望咱的声音会当予愈来愈侪人听到。争取公道正义，真正的平反，地中非常感谢。也有乡亲时代甲地中讲，为着要收听咱的节目，佮专工去电器行试听，买一台新的垃圾哦，甲周率固定伫咱这台，安尼较方便。也有一挂长辈，伊住的所在无拄好，无伫咱的收听范围内底，啊，佮专工换一台智慧型的手机啊，就是为着用手机啊 APP 来收听，嘛做方便。乡亲是大不起嫌，把地中当作家己的亲人来照顾。地中除了感谢，也要用更较好的节目内容，坚持品质上好的产品来报答大家。也会继续替听众朋友争取更较好的福利和优惠。有哪爱把厂商来高价去拜托？对即卖开始，咱的正成 Q 10、正成深海鱼油以及和平牛樟脂三项产品，咱来推出一个新的活动。买一罐就送你一点，就是一罐的产品加一张的这个点数，只要一满六点，累积六点，就会当免费搁摕一罐。这个活动无限时间，就是要来对大家做回馈。原料对日本进口，咱的成年人甲长辈时代上需要补充的正型 Q10， 还有原料对欧洲的挪威进口，大人囡仔拢合用的正型深海鱼油。加上适合长时间啦，工课操劳拍拼好朋友，食咱的台湾国宝和平牛樟脂，每一罐拢有送一点的点数。无论讲你是家己收集，也是甲亲戚朋友做伙，对即卖开始，你若累积六点，就免费阁送你一罐。正成 Q10 一罐食两个月2800块，正成深海鱼油2200块，用即时体来提炼的和平牛樟脂一罐3500块。还有孙天然用几只鸡鸭去提炼的新鲜地鸡精，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未变质，上适合着需要补充营养来啉。亲像小朋友大咧大，老大人身体较虚，病人打手术后，也是妇人加生产完，拢做适合方便过好啉的新鲜地鸡精，1500块，推荐给大家。咱即卖先推出这个买一罐送一点。满六点就免费摕一罐的优惠哦！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拜一到拜六早是9点到下晡6点，拢有专人甲你服务，感恩努力。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啊，这最后咱一分钟一边一国爱台湾咱的现场吼！啊，工商服务的这个专线号码，地中阁报一届。好，不止伫咱广播时间，规工拢会当甲卡。对，早时嘅9点上班了，到一个暗时6点，7618075，7618075吼，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吼。无论要订货、要注文吼，啊，要约时间吼，还是讲有任何嘅疑问、不了解嘅所在，啊，我那会当多多甲利用这个服务专线吼，全国拢会当卡吼。啊！你那多即卖咧无用，先甲抄起来，后背甲抄起来吼，下晡甲甲考那会使吼。来，最后咱那剩5秒钟吼，今仔节目就做甲遮，咱即个吼后回空中再会，一边一个爱台湾，甲你感谢。